各位善知识，大菩提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呢、啊、上次文字是已经讲到周边了之，再无疑惑。我呢，我今为你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释迦牟尼佛在上面已经把这个佛果上这个楞严神咒佛果上的殊胜妙用已经说过了，现在接下去呀、要说因地修行的人这个楞严神咒对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功能，能够帮助初发心修行的人从世间到出世间都能够使他得到广大的利益。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我今为你跟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这本来就是后文的总意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我现在要更为你说这个楞严神咒，它能够救护世间，使世间修学佛法的人，离去一切不畏，那么而且由此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微妙的智慧。所有众生要修学佛法，由此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世间，乃至成就无上菩提。众生为什么会有不畏啊？原因是他不懂佛法，而佛法中所说的空义，他不了解空，不知道诸法空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不畏。举个例子说，就是那些邪恶的鬼神看起来很可怕吗？例如在纸上画出来的那些牛头马面鬼神之类凶恶的样子，看起来也是很可怕，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是假的，纸上画的，它不是实在的，是个假的东西，那就不用怕了。现在众生是不知道它是假，不了解空义，不知道是假，那么对于那些邪恶的种种的鬼神之法，就会执为实有。因为执为实有就会生大不畏啊，世间人怕鬼啊，就实际上不知道那个鬼根本就是个假象，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才会怕。假如您知道那是希望不实的，知道诸法是空，明白空义啊，就没有可畏的地方了，而且可以得到广大的无畏功能，乃至究竟成佛，才是究竟得到大无畏。所以佛菩萨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呢、来做自利利他事业。那么这个话前面还没讲，所以佛现在要更为众生说这个神咒的救护世间得大无畏的妙用，所以就是根说前面还没有说到，现在是说众生离位的在出世间智的妙法，所以叫做更说此咒说这个神咒利益众生，使众生在世间法上修学佛法，能够救护世间得大无畏，而且由此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广大智慧。所有众生要修出世间法，求证出世间的圣果，由这个楞严神咒的辅助啊，都能够得到圆满成就。那么离那些部位，由此而成就出世间智，下面的文字就说明这个道理佛说等到我灭度之后，末法之事，所有的众生如果有人能够自己读诵这个楞严神咒，或者是教别人读诵应当要知道这一类众生
能够诵持楞严神咒的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地下的金奇，就是地面的鬼神中，魔王、魔众、离昧妄良，那么他们所有的邪恶的咒法，都不能伤害这个持咒的人，持楞严咒的阵法，那么那些邪恶的咒都不能着到这个修阵法的人的身上，因为他心的阵受啊。下文是上次讲过的，顺着文字下问下去啊。一切咒诅牙固毒药啊，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此人就是持楞严神咒的人，那么这些世间各种的毒品如果到了他的嘴里，都会成为甘露的不死之药的妙味啊，本来会毒死人，现在都不会受害啊，都会成为不死的甘露。一切恶心病诸鬼神产心毒人，产心毒人就是啊，这个喜欢用暗箭伤人，用种种方法来用阴谋来伤害人的这类人就是毒人啊，他的心啊都是很可怕的啊，会做种种恶法伤害于人，而且都是用暗箭伤人的。于如是人不能起恶啊，如是人就指持咒的人，持楞严咒的人，持楞严神咒的人，他这些邪恶鬼神呢，他看到这个持咒的人，他不会生起恶心啊，而且会回过头来呀护持他。贫拿叶家就是猪头象鼻这类的鬼神，这本来是属于很凶恶的，这种凶恶的鬼王啊，并及他的剑术都能够灵受持神咒的人的生恩，因为持这个阵法的楞严神咒能够加倍他扶持他，使他知道这个出世间的圣国的受用，所以他们回过头来要感谢持咒的人啊。那么感谢持咒的人的恩德，常常加以守护保护他扶持他不但不会伤害他，翻过来是成为护法。我呢当知四咒常有八万四千哪由他恒河沙巨子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皆由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之。佛对阿难说，你应当要知道这个楞严神咒的殊胜功能，因为他经常有八万四千哪由他，就是亿八万四千亿恒河沙，不是一亿两亿，而是一恒河沙两恒河沙一恒河沙，一沙算一个金刚藏菩萨巨子也是一，就是无量无边的金刚藏菩萨来所以他同族的这类金刚众都来护持持咒的人所以每一位菩萨都有很多金刚众做他的眷属，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随时都来护持持咒的人。虽有众生一善乱心非三摩地心一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就是善乱心持咒，不是定心，三摩地是定，不是用定心，就是不是专一的，纵然是善乱心持咒无论是心里想心意心意就是没有念出来，心里在哪里意念这个神咒，或者是口里受持这个神咒，默默地在念那么这些金刚王的神众这些金刚众常常要随从这个善男子
就是受持神咒的人，佛的四众弟子，善心受持尚且要护持，何况决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一定心来受持的，那当然他更需要护持了。此诸金刚菩萨上王，今心念说，发彼神思，世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这是能够使修持这个法门的人呢、能够得到宿命通，知道他过去生多生多劫的事情啊。这些金刚藏王菩萨，他能够加持护持那些持咒的人啊，专精其心，冥冥中护持他，很快的使这个人从本地的心事里面发出本有的宿命通，有这个宿命通，他应时就能够知道过去八万四千恒河沙劫那么久的事情都能记忆起来，周遍了之，都无疑惑。过去的经过，有修行没有修行，做的善恶业如何，那么一一都能够明白，那么不会生起疑惑。从此他应当走哪一条路，怎么样子修学佛法，怎么样子到无上菩提，他了了分明，从此一直到究竟成佛。所以接下去说，从第一阶乃至后生，生生不生要叉罗叉，说这个人呢，从此受持这个楞严神咒之后，从第一阶以下的文字啊，就是现在刚开始讲的，前面是上次讲过的了啊。说他从今天开始，这是第一阶，从开始发心修学啊，由此这些金刚神众都要护持啊，一直到后生乃至是超越此，略掉中间经过无量寿生的时间，后生是最后要成佛之前的那一生，就是等觉菩萨的这个一生补处，那是最后一生，就是后生。到了最后生将成佛了，意思就是说从他发心持咒一直到成佛之前，生生世世啊都是生在天上人间，或者是生在有佛之世啊，他不会生在这个恶鬼之众的这个地方，所以生生都不会生在要叉劫及鬼罗叉口味鬼啊，罗叉是会吃人的，专门吃人的啊，所以是口味，也叫做吃人鬼，并且其他的恶鬼，像富丹拉，富丹拉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臭恶鬼，臭，很恶臭的臭，他这种恶鬼呀、饥饿的饿，恶鬼全身发出这个臭味，所以叫做臭恶鬼，这种恶鬼很可怕，他这个全身发出这个味道都是很臭很臭的。有一部论叫做五白问论啊，这个五白问论里面记载有一个比丘啊，他生平呢很贪着他最喜欢的一种法器，就是这个拔鸟拔，鸟拔他最喜欢的那种铜制的法器，天天随在身上啊，不曾舍离。后来这个比丘死掉了，死掉了，因为他这个贪着心啊很严重，死掉就堕落在这个臭恶鬼，就是这个负担呐、臭恶鬼全身发臭，他还是每天要回来摸摸他的那个鸟拔啊，他的法器。可是这个他死掉之后，常住就把他的法器呀、放在这个佛堂的后边专供法器的地方啊，可是他会去找到他的原来的法器啊，他每天去摸他一次，摸一次啊，可是经过他的这个臭恶鬼的手摸过之后啊，整个法器的一间里面的所有的一切通通都发臭，
就是跟他身上的臭味一样，很可怕。闻到那个恶臭之味啊，就要吐，吃不消。所以这个臭恶鬼，这个臭啊，比世间的米田共还要臭。米田共的臭，它只有一种味道，可是这个臭恶鬼的臭啊，集众臭于一身。世间上所有的臭味，它全部具足。所以碰到这个恶鬼啊，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全身发臭。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臭恶鬼的那个臭的情况。所以这个五白问论里面说，发生这种事情呢，也当时由于阿罗汉知道，那么把这个臭恶鬼开示说法度他，使他解脱，然后啊才不至于发生这种的臭的味道。所以这个正果的圣者有这个清净的能力啊，使他消除那些恶臭，否则那个臭味非常可怕，没有人敢接近的。家扎负担拿，还是负担拿了，加一个家扎两个字。家扎是奇，稀奇的奇，就是奇臭恶鬼，比前面的更臭了。那个负担拿臭恶鬼已经够臭了，家扎负担拿比他更臭。那么这个臭的味道不晓得怎么样，恐怕是闻到之后啊不能喘气啊，恐怕就要呜呼哀哉，非常非常的奇臭，所以叫做奇臭恶鬼，叫做加扎负担呢。这是就是恶道里面的鬼道啊，苦恼众生。鸠盘叉也是印度话是一种恶鬼这个鸠盘叉翻成中国话叫做瓮形鬼。瓮形就是他的身体呀，好像这个人家装东西的那个瓮瓶子呢，形象跟他差不多看起来很可怕，他全身也会发出臭味所以叫做瓮形鬼鸠盘茶的那个茶字啊，有些地方印成土字，下面那个木它上面加一横就变成图，这里不能念作图，纵然写成图啊也不是图，因为它原来是茶，鸠盘茶有些地方翻成鸠盘大或者是鸠盘茶显示这个字是茶音比较接近，不是土音，土音就相反了鸠盘茶日本话是苦曼达，那就是这个茶一定不是土，是茶从前呢我在几十年前为了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有人说茶，有人说土土啊茶没有决定，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查还查了日本书那么日本书里面所有鸠盘茶都写的苦曼达，所以可见这个茶是大，不是土必定是鸠盘茶，不是鸠盘土。假如有印作土字的，也要念作茶，不要念成鸠盘茶、鸠盘土鸠盘茶瓮形鬼碧色遮，有些地方翻成碧色蟹翻成中国话叫做弹精气鬼，它专门吸收人动物植物等的这个精气，人的精气被它吸收了，这个人就没有命了所以有些人会突然之间死掉很可能被这个弹精气鬼精气把它吸光了结果就没有命了。那么动物其他的动物也会被它吸死的吸这个精气，植物也有可能它专吸众生的精气，这种鬼就是弹精气鬼等于其他各种恶鬼，很多很多种类，很多不能一一系列。在鬼道众生里面呢有36部还有3类9品不能细说。所以病诸恶鬼这些恶鬼种类多得没有办法去计算
很多很多这类鬼宗，所以如果没有去研究这个鬼道众生的种类，是没有办法了解他这些鬼道众生啊有种类有多少啊。所以总合起来说明这些鬼道众生啊，说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有想的，有的无想的啊。所以说病诸恶鬼下面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啊。如是是指这些地方都是有造恶业堕落的地方，所以叫做恶处啊。有形是什么呢？有形色的众生，有形质，有身体，有形身啊，就是后边十二类身的修旧精明，修旧精明之类啊，这都是由造恶业而堕落的苦恼地方，所以有形色的，也有无形色的。无形就是没有形色啊，没有形色就是属于后边十二类身的空散消沉，那个空散消沉之类就是属于无形的，有的是属于有想的，想是思想，形是身形形质，想是思想，就是有心理作用，有思想有心理作用的，就是有心想之类，这一类鬼神就是后边十二类神的鬼神精灵之类，都是属于有想，有心理作用，有想的就是属于这一类，还有无想的，无想就是没有心想，没有第六意识的起作用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后边十二类身的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他的精神已经变化成为跟土木一样，跟石头一样，精神化为土木金石这一类就是无想的，这些都是恶处，造了恶业堕落的地方啊，所以叫做如是恶处啊。这个人由此楞严咒之故，从此之后生生世世修行，不回堕落在这些恶道的苦恼众生之中，不会做这些鬼类啊，所以他不会生在这些地方，所以叫做生生不生药叉等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生生世世都不会堕落在这些鬼道众生里面，造那些成为那些鬼道众生的苦恼情况，他不会受到。世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这类发心的善男子也包含善女人，就是佛的四众弟子们，或者是读这个楞严神咒，对文阅读，背不起来看着文字念叫做读，若诵背得起来像大悲咒一样的背得起来不用看文字就可以念，那就叫做诵或者是把它写成用文字写出来，书写，若书若写就是书写把这个楞严咒的文字写出来写出来怎么用呢？或者是带在身上，或者是藏在身上，若带若藏，带是带在外边藏是藏在身里，就是放在口袋里面诸色供养种种的有形象的设法来供养这个神咒，就是法宝，也要发心去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就生生世世了，每一节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无论在哪里他不会贫穷，那最起码就生在人间了，不会受贫穷之苦，不会生下贱的种族不会生在这个没有快乐的地方，不可乐处就是苦的地方，不会生在这个苦恼的地方所以叫做这个不生贫穷下贱苦乐不可乐处不可乐就是不快乐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都不会升到那个地方去。嗯，此诸众生总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是于此人。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愿意啊，他有功德愿意给众生，可是众生能不能接受，有没有这个福德承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经文所说的是诸佛的心愿，此诸众生修持楞严神咒的这一类的众生，纵然他自身不做福业，他不修福啊，没有福德，十方如来是十方诸佛所有的功德啊，他愿意给这个没有福德的人，这是佛的心愿，愿意把自己的福德给那些没有福德的人。而那些没有福德的人他能不能得到，这就看他的福德了，看他与佛的因缘了，有缘就得到，无缘也还是得不到。佛愿意把所有的福德给众生，可是众生得不到，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呀？自己没有这个福德，要给你你也得不到。例如中奖得到几千万不是很好吗？可是你没有这个福德呀，很快就花光了，本来不会生病很健康的中奖了就生病了，那么住医院了，所以钱都花光了，甚至啊被这其他的种种不如法的方式啊把你的钱花光了。有人不中奖还不要紧，一中奖人自己本钱都整个都花掉。这种人在以前有爱国奖券的时候我就听过好几位。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福报，给你得不到受用，反而会升起反效果。佛愿意把福德给众生，众生能不能得到，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德，不要老是想着佛要给我，如果真正能给的话，阿难是第一个应当要得到。可是阿难就说过我很想佛的三昧给我一份就好了，可是也根本就没有可能，够修够的啊。那么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如果自己不修行望人家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自己不修，希望诸佛给，阿难上帖得不到啊，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不要打妄想好，还是要努力精进啊。那么佛有这个心愿没有错，可是我们如果自己不培福是得不到的。如是得于恒河沙欧生气不可说不可说皆常与诸佛同生一处，这个很好了，生生世世跟佛同在一起，都生在有佛的地方，那就方便了。修学佛法要听法，时时刻刻都不离佛法，那是最好如果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就很可怜了必定会造业而致堕落无量功德如恶叉去，同处心修永无风散。恶叉印度话是一种印度一种水果呀，这种果很奇怪的，它一地分开来就三个果子同一趴它这个一个地发出来三个果子连在一起必定不会分开那么这个三这个恶叉的这种果子有三种啊，就比方众生的这个祸业苦三道如果拿佛法来比，就是佛果上的法身般若解脱三德所以生生世世跟佛同生一处，那么像恶叉果呀，它三个互不相离的情况一样，就是与佛永久不会离开跟佛同处，住在一个地方熏修，就是熏习佛法认真修学，永久跟佛不会分散，这个太好了生生世世都在佛的身边跟佛修行，那只有进步不会退步。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
无智慧则令得智慧，不清净则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这是说咒的功力是有这么大的功能，原则是如此啊。因此之故啊，破戒的人有持咒的缘故啊，戒根得到清净。不过这个破戒是指还没有持咒之前呢、啊、不是边持咒边破戒呀、啊、那就没有用了啊。就是说还没有持咒之前，如果有这种的恶业，那么有持咒的功德能够使他戒根得到清净。嗯，还没有得戒的持咒也能够使令他得戒，就是得到无着戒体。还不会精进不肯努力进修的，有持咒的力量，这个咒的加持能够使他精进努力修学啊、嗯、这个一直向前努力修学无上菩提，不至于退转。无智慧则令得智慧啊，持楞严咒会使人开智慧，只要你精进努力修持，将来会开智慧，能够破除烦恼而断烦恼了生死。不清净的速得清净，心地不清净的由持咒的缘故使心地得到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斋本来是过午不食叫做斋啊、嗯。那么戒是包含一切戒法，纵然不持斋戒，由持咒的功力他会发生想要持斋止戒啊、嗯，就能启发他本有的这种的持斋持戒的这种清净心，由持咒的力量帮助他启发他，使他升起这种的道心来。不是说没有持斋戒，那么因为你诵持这个咒了，他就变成有斋戒了，不是用变的，而是启发他的内心，启发他的内心对这个持斋持戒的能力都会增长，都会发好心来修学佛法，按照佛制的戒法呀，他都能够一一如法受持。无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十方境界一位受持，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说明持这个楞严神咒能够消除一切犯戒的罪恶。嗯，这个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持这个楞严神咒的时候，虽若他在没有持咒之前违犯佛制的境界啊，这个犯戒是指还没有受戒的时候，所以文字写说一未受持，还没有受持这个楞严神咒之前有违犯戒法的事情，持咒之后，一旦持了楞严神咒之后，所有破戒的罪过通通，无论是犯轻戒犯重戒，所有的罪恶通通同时都会消灭，一时消灭，显示这个咒的功力非常之大，能够使他所有的违犯轻重戒法的罪恶同一个时间顿时消除，所以叫做一时消灭，显示咒力不可思议。总经饮酒试贪五心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讲为过。在楞严经里呀、啊、是不准这个修法的人吃五辛的，五辛就是葱蒜韭菜啊，还有这个辛奇等这些名相，等到后边第八卷开头就有说到这个这个名相啊、嗯，现在写略，就是我们平常一般在家人没有吃素的人用的那些五辛的荤菜，蒜头啊，就是这个恒春的大葱头也是啊，葱蒜啊，韭菜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荤辛的东西，因为它的味道不好啊，会影响到修持的功力。这个道理到了后边呢、啊，第八卷里面有所说明啊。那么饮酒是违反佛制，佛制里面不准饮酒呢，所以五戒里面第五就是不饮酒。纵然从前曾饮酒曾吃五辛，
有种种不尽的情况，那么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降为过，不会认为他有过错啊，那么就是原谅他了。他虽然犯了有这些过错，一旦受持楞严神咒，诸佛菩萨都原谅他。总经研究是谈无心种种不净，以及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降为过，这是站在佛菩萨慈悲心的立场说。研究吃五心是有过的，是不净的，可是诸佛菩萨呀都不会认为这些人有过，只要他发心受持楞严神咒，都会把这些过错得到消除啊。金刚他是护法，能够顺住佛菩萨的意义心意，而不以为是有过。天仙，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修仙的仙人，或者是鬼神道的鬼神，要他们不讲为过，除掉他随顺佛意之外，要他站在天仙鬼神的立场，要不讲为过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众生他照样有贪嗔痴啊，那么他如果是嫉恶如仇啊，未必能够不降为过。这里能够不降为过，那只是顺着佛菩萨的大悲心意来建立的啊。是作不净破壁衣服，一行一住系统清净，按照前面的结坛的规矩啊，凡是入坛行道要沐浴洗干净啊，要穿新衣啊，如果没有新的也要洗干净啊。所以说就是穿着不净的衣服也不会以为是不净，穿着破坏的衣服也不会认为你这样子不对啊，还是能够随顺众生啊，把它看作一行一住都是同清净啊。无论他在行动的时候、安住的时候啊，佛菩萨、天仙鬼神呢，都会把它看成清净啊。总不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止咒，凡从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那个总字要紧呐、结坛这是在本经的本位上密住结坛修行，这是应当的，该这样做的。现在纵然不能结坛，是说你没有这个力量做不到啊、没有结坛就不入道场，道场指这个坛场啊、没有到这个结坛的坛场里面修行啊、也没有按照前面规定的行道的方式来诵持这个咒啊，但是你在平常时发心持诵啊，这功德跟入坛行道功德没有两样，无有异也，就是没有两样。这都是站在佛菩萨的大悲心立场说，那么站在修法的立场，应当要能够结坛是更好啊。实在做不到也不妨就是方便以平常时如法持咒功德也是一样，这是佛菩萨的大悲心。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即诸比丘、比丘尼四去八去，诵持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沙去，细皆灭除，更无好法。这是说明楞严神咒灭罪的功力之大。如果有众生造了忤逆大罪，忤逆五种啊，由下害上的这种逆罪，就是弑父、弑母、弑阿罗汉啊，生生的父母加以杀害啊，正阿罗汉国的人也加以杀害，还有初复神学破和合僧啊，
那么这两种是提婆达多在佛在世的时候做到，那么佛灭度之后是不可能做到啊、嗯。那么有同类之罪，例如破坏佛像，嗯，就把它看成与啊出佛身邪同类的等流罪，嗯，如果把清净僧团加以破坏，使他分散，这也是成为破活佛身的等流罪，嗯。那么如果造了这个忤逆大罪，这是这一些罪恶当中是最严重的啊，要堕落无间地狱，受无量苦的啊。那么由此这个咒的缘故都能消除。并且出家比丘，比丘尼根本大戒如果有所违犯，在没有持咒之前有所违犯，那么持咒都能消除这个罪恶。比丘有四波罗夷，去是波罗夷翻成中国话，去于佛法边海之外啊、不能在法海之中啊、这个修学佛法，就是去于法海之外了啊、比丘沙达人王这个四种根本戒有四去，比丘尼啊、除掉这个四根本之外，再加上四种足拔福随，加上这四种就成为八种啊，波罗夷罪就是气，嗯，比丘尼如果违反这个根本大戒的罪恶，嗯，那么如果能够发心持诵这个楞严神咒，如是众业呀、啊，好像猛风吹散沙去，一堆沙子被风一吹，而且很猛的风，大风一吹，啊、就狂风，好像这个龙卷风，一下子把它吹散了。整个沙堆整个善知无疑啊、所以叫做细皆灭除更无毫发，就是说明这个消灭罪过的这个功能啊，能够把所有的罪过整个完全消除清净啊、没有像一毫毛一头发那么一点点的罪过存在，整个能够消除，这都是说明楞严神咒的功力不可思议啊。阿难，若由众善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状从前世来为其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此，若安住处庄则圆观，若是第一犹当消些不久皆的无生人受持这个楞严神咒啊、世间所有的众生，就是无量无数劫来，如果有一些轻的罪过、重的罪过，这些罪障无量无边，多生多劫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如果这个恶业有形象的话，尽十方虚空也放不下一个人所造的罪业，何况是无量众生呢？啊，从前世以来，啊。造了很多罪业，但是没有忏悔，未及忏悔，过去生或者不晓得忏悔，今生纵然知道佛法，也还没有努力去忏悔啊。如果能够读诵书写这个楞严神咒，或者把神咒带在身上啊，或者是安在自己住处的地方啊，村庄、社宅、园馆这些地方，如果供养这个楞严神咒，那么由此这些过去多生堆积起来的罪业，好像用滚汤开水消除这个冰屑啊，很快就融化了，说明这个罪业很快就会消除，而且啊只要努力用功不久，就可以得无生法忍。无生是离啊，证到这个无生之离而人可以心，叫做无生法忍。那么证无生人最起码要证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啊、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前世这个咒力真是不可思议，能够成就这些无量功德，还能成就世间一切众生种种的世间事，都使他随所求而得满愿。扶持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自心意念持咒，
或人身上带蛇，悉檀多波他拉也得变成佛的智慧男女。这个道理跟观世音菩萨婆门品啊，跟前面的这个耳根圆通里面所说的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意思相同啊，就是说世间在家的佛弟子们如果还没有男女啊，要求生个男或者是求生个女，持这个咒也能够使他满愿啊。悉檀多波他拉就是这个楞严咒的这个题目，叫做白伞盖。由此就能够生个有福的有智慧的或男或女啊，就是随众生心都能满愿啊。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想要长命百岁啊，那么持这个楞严神咒也能使他满愿。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如果你有所求哪一种果报，希望快得圆满，由受持楞严神咒也能很快的得到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凡是你有所求，身体的健康方面啊，这个性命的正常方面啊，颜色的殊胜方面，力量的正常方面啊，就全身的这个功力啊，如有你所求啊，都能满愿，叫做亦复如是。就是跟这个你有所求的求长命情况一样，凡有所求都能使你满愿，就是亦复如是。这个人受持楞严神咒之故，命中之后啊，随愿往生十方国土。这个人你发愿要生到哪一个佛国，持楞严神咒以功德回向，都能够满你所愿，要生东方就生东方，要生西方就生西方啊。那么愿意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都是可以随你的心愿啊得满足。毕竟不生边地下界，何况杂行，一定不会生在这个边地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叫做边地。下殿就是下殿种族啊，好像印度的赞陀罗啊，上学生在人道中，不会生在边地，也不会生在下殿种族，何况其他畜生道的杂行。这个杂行指畜生道啊，畜生道的行类千差万别，杂的很多，大的小的，大像这个象啊牛马，小像蚂蚁小虫啊，这个行类非常的复杂，所以就是杂行。人道众生生生世世都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不会生在下贱种族，尚且不会生在人道下贱种族中，何况怎么会生到畜生道的杂行之类呢？就是不会堕落在畜生道。我呢，若诸国土州县去落饥荒牧利，或无刀兵贼难斗争，兼以一切恶难之地，写持神咒，安成四门，并主之地或脱卸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您此施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个身背或各个安所居之地，一切灾厄悉皆消灭。这是指一个县一个村落，大家共同祈祷以楞严神咒来修学，都能够满所有的心愿。佛对阿难说，如果世间一个国家里面，或者是一个州为单位，或者是再缩小一点为一个县为单位，或者是一个村落，聚落就是等于一个乡啊，这个一个乡的聚落为单位，如果发生了饥荒没有饭吃啊，做饥荒，或者是生起这个传染病，目的就是传染病啊，或者是刀兵啊，这个发生战争贼难，或者是这个强盗土匪很多啊，发生种种斗争的事情，兼带其他一些灾厄灾难，这些地方如果能够晓得发心写楞严神咒，把这个神咒写着安在这个城的四门，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城门并组织的支的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可供养处，可供养处就是指佛寺，佛寺里面清净庄严，有佛像可以供养，可以修学佛法，所以这个支提简单说就指的佛寺，修行的道场。脱懈是高处，床是显高，就是说把这个神咒挂在很高的地方，那么就能够使令这个国土所有众生大家发心来供养奉灵这个楞严神咒，礼拜恭敬，因为这是法宝，也一心恭敬一心供养，那么能够使令这个人民每一个身上都带上这个楞严神咒，或者是自己所住的地方黄色物贼那么凡是有灾厄的地方挂上这个楞严神咒，受持这个神咒，这个灾难都能消灭，世界消灭。这个事情要全境内所有的人民大家一致相同的看法，相同这样子诚恳的做才会有效，里面如果有一个两个不认同不发心，恐怕就会打了折扣，这个要全境的人共同做不简单不容易，不要说别的了，平常有些例如说这个做什么法会道教醉酒那么他有规定说是三天内要持素或者是持素七天要他全乡内的人通通吃素就很不容易做到，有些年轻人他吃不来，他这个乡里面不能吃，他跑到隔壁的乡去吃荤都会用这种办法。有人很奇怪他的业障很重三餐都要肉，一餐没有肉他就吃不下，一根素菜他都不吃，这种人你要叫他三天吃素那简直是难以登天，所以他就跑到别的乡镇去有吃荤的地方去吃。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功力就会打了折扣。所以这个全体共同做的事情，有一两个人反对，有一两个人不如法，功能都会打了折扣，这是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个人自己做当然是比较没有问题。我呢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住，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盈，照树安乐。佛陀阿难说，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所有的众生只要有楞严神咒的地方，天龙八部都生欢喜心，能够使风调雨顺五谷都是丰收照数是指全体的民众都得到安乐。亦复能证一切恶心随风变怪，灾障不齐，人物横妖，也能证就是安证所有的恶心，天上的恶心随各方向去升起种种的变化，会有种种的怪异事情发生，会人间会发生灾障，灾难障碍就不会升起来，那么人也不会有横死的情况，不会夭折说是容易做是难这个事情在咒的功能是有这么大，可是众生有没有这个福报得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牛卸枷锁不着起身，就是不会受到这些灾难，牛卸枷锁这些在前面的这个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的功力里面就一说到了这个不会早生，就是不会受到这些灾难，昼夜安眠，常无噩梦假如睡着了就会做噩梦的人，要特别发心持楞严咒，不会做噩梦。什么噩梦睡着了就做梦，做的是都是不好的梦，恶的梦。什么样的噩梦？被蛇来咬啦，
或者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啦，看到鬼啦，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啦，等到这个吓得不得了啊，醒来全身都是冷汗啦，做噩梦啊。假如有这种噩梦，持楞严神咒能使他消除。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心，二十八大恶心而为上首，佛有八大恶心以为其轴，作种种行出现事实，能生众生种种灾异，由此注地世界消灭。说天上灾星也有种种，多至八万四千，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天上也有八万四千灾难的变化的恶星在天上在哪里变现，其中有二十八个大的恶星为上首为领导，另外又有八个大恶星做他的主宰如果这些恶星出现在天上的时候，那人间就会有种种的灾难，种种的异象，不同的情况。那么如果有楞严神咒的地方，这些恶星的灾难都会消灭。这些恶星，二十八恶星，八大恶星，其他经文没有看到不晓得指哪一类。如果指平常说的二十八宿，不对的，因为二十八宿它不是恶的这个八大恶星有的是指这个九星之中的八种，这个也不可靠，因为他们都不是纯粹恶发就是碰到众生有灾难的时候，他出现会有灾难的这情况，像这个毁仙之旅总之天上现的异象会引发世间人类的灾难那个时候所现的心就叫做恶心了。十二游旋成结界地，诸恶灾相允不能忧持楞严神咒，十二游旋的范围之内成为结界清净之地。游旋印度话有的翻译说游缘，翻成中国话就是离，不过它这个游旋之离很大比如说小游旋是40里40个华里为一个小游旋中游旋60里，大游旋是80里那么这个十二游旋不晓得指哪一种如果只是指小游旋来说嘛，十二游旋也就有480里那么宽那么那就显示由这个咒的地方不会有种种的灾难，灾难的这个现象，祥指灾难的现象，这个现象都不会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那么这是原则，咒的功力如此。那么众生的这个定业，每个众生的业力都不一样能不能有这么好的现象，那就看众生的福的因缘了是故如来宣示此咒，也未来是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沙摩地身心泰然的大安宁因此之故佛说这个神咒啊，使未来是修学佛法的人保护这些初学的诸修行人要入定修这个耳根三脉等都能够成就，这就所谓成就众生出世间智使他这个超出世间的这个三脉由此得到成就，身心能够安泰自然很平安，很安稳安言就是安稳，更为一些诸魔鬼神及无始来焉恒俗养受持楞严神咒，也就不会再有过去多生以来的这个魔鬼啦邪恶的鬼神啦乃至无始劫来所有的演业灾障或者是恒生的灾难或者是过去的所有罪业的俗阳，阳是灾阳旧的业存的债，存也是旧，
就是过去所有的业障灾难不会再来恼害他，不想来想恼害，不会再来恼害这个修楞严法门的人。你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是诸修行者，依我谈禅如法持戒，所述借助风心经生，持持住心不生一回，是善男子以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看这一段文呢，佛的意思还是要结谈，还是要按照前面的这个仪轨呀来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这里佛对阿难说，你指阿难，并及大众之中所有修学佛法的人，未来世就是末法的众生，诸有发心修行的人，能够依照前面佛所说的结坛的方式建立坛场，还要如法持戒，戒根清净，所受戒的戒主就是戒师，都奉到清净僧，就是戒师持戒清净，传戒的得戒的人戒师也是如法持戒清净，这样子持这个楞严神咒不会升起有怀疑的地方，不会有后悔的情况。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在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上如果不能得到心地通达成就功德，那么此方诸佛就变成达妄语，那就显示说凡是依法修行必定能够成就除掉你不合法不如法，例如持戒不清净等，那就不能怪不能怪诸佛菩萨，如果一如法去做不能得到成就，那是十方如来变成妄语了佛绝对不会妄语，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但是众生没有如法去做或者其中结坛等等有一不如法，那就会被打折扣，那是另外一回事，主要如法一如法去做必定能够成就，这是佛说的话，绝对不会欺骗人这是说明咒的功力。下面呢，感诸善神共愿护持，由此感动世出世间所有的护持善法的神众乃至菩萨，都发心啊来护持说是于一前面释迦牟尼佛的话说完之后，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当时法会中算不出那么多无量百千的金刚神众，同时就在佛的面前合掌顶礼一佛，并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这是金刚神发生愿，照佛这样讲，我这些金刚神我自诚心要保护这些修菩提法门者，就是要修这个耳根圆通二十五圆通，由此而去向无上菩提而求成佛的人，我都要护持他，这是金刚神的护持。而是梵王并天地士四天大王一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梵王大梵天王，第十天王就是欲界第二天陶立天这个第十天王就是释迦提盘因陀罗就是陶立天主了，四天大王就是四天王，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四位天王他们同时都起来向佛顶礼而禀白佛说，神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定其一生所作如愿。梵王第十四天王他说，如果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修学善人，就是依楞严神咒楞严法去修行的人，我应当要尽心啊至诚恭敬来保护他来扶持他，使令这个人呢一生所作如愿，善法如愿了，恶法是不能如愿
所作就是做的善法，所作的善法一一都能如愿成就啊，这是天的天主们的扶持。福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丹那王、鸠盘叉王、毗舍遮王、频拿耶加、诸大鬼王、几诸鬼帅，一佛前合掌顶礼，这是其他的鬼神众发愿扶持。福有就是还有，还有算不出那么多的药叉大将，啊，解体鬼。诸罗刹王，罗刹本来吃人的，现在皈依三宝，也要做扶持的神众。富丹拿、鸠盘叉、毗舍遮，前面才讲过，频拿耶加都讲过，啊，这些大鬼王，并且他的鬼帅，帅是率领的，率领这些鬼众的，啊，同时都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合掌顶礼释迦牟尼佛，然后说了下面扶持的话：我亦誓愿扶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这些鬼神等中，他们都发愿，他说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我也发愿，以我的誓愿要扶持这些修行的人，使令他的菩提心啊很快就得到圆满，就是很快就修行如法而得到成佛。佛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神官，诸心眷属，一一会中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这是天地神宗。各位如果有圆觉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讲义里面的经文呢、啊，日月天子下来那个风师啊漏掉，他没有风师，他可能是怕台湾台风太多了，所以把风师扣掉，所以他日月天子下来就是乙师，没有风师，不对的，就是经文漏掉这两个字，原文是有的，风师乙师就是管风的、管雨的、管云的、管雷的。电波就是管电的，闪电啊，空中的闪电之类。年岁损官，这是指每年有一位这个年岁的损官啊，都有。例如说，今年是壬午年，有壬午年的损官啊。诸星眷属啊，星上天上的星星，它也有它的眷属。都在法会之中，都在楞严法会上听佛说法，他们都来到佛前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这样说：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都无所谓。我，日月天子、风师、雨师等，一直到诸星眷属，同时发着声音说：我也要保护这些修行的人。他如果按照前面的规定建立这个道场，安立道场来修法，我能扶持他，使他不会有所不畏，如如法法的来修学这个法门，让他能够成就。这是风师、雨师等天神之类在哪里扶持，不会刮台风了没有关系啊，还是风师很好，有风师哈比较清凉，下面是修抓的啊。佛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气，并风神王。风神还是蛮重要的啊。前面有风师，这里又有风神王。五色界天，一如来天同时虚受而白佛言。这是从山上的山神、海里的海神，一些土地的地神、水陆空行、万物精气，所有的神众，这里只是简略提出这些名相，在《华严经》四祖妙严品详细列出啊，各种神类都是菩萨化身，那么这些乃至风神王、五色界天，普通一般五色界天是没有形象，很少啊出现在法会中，楞严经很特殊，五色界天的天人也出现，
五十界天的天人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为想处，他们没有形象，没有体质，跟光一样，可是他都能够出现发心来护持，所以楞严经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很特殊的。嗯，这个话在前面曾说过呢，也有五十界天出现啊、嗯，就在第四卷里面啊、嗯。那么都在如来之前呢，同时洗手而禀白释迦牟尼佛啊、嗯，我有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他们也发心，我要保护这些修行的人永久不会有魔障啊、嗯。那么接下去讲不完，我们下面的文字留下再讲。